事焦点、热门话题，专业评论员时事观察，时事观察。美国星岛中文电台听众朋友，你哋好，我系如飞，又翻返嚟时事观察嘅时间啦。因为第一次讲长咗，今集就简单啲同大家讲下我跟进 TikTok 新闻同评论嘅发言。今集是融会贯通式地讲下，未必有太多资料和引文的了。首先大致地数一下事件的感慨。对 TikTok 出手，其实早在去年2019年已经进行的，而且包括印度。2019年4月和今年6月，印度以散播色情信息为理由禁过 TikTok 的，但后来告过上法庭又搞了一阵。而在美国，民主共和两党在去年年底都曾经指 TikTok 可能是带来威胁，但是美国政府在2019年内都没有对 TikTok 展开涉及国家安全的复核检查。直至特朗普的造势大会，有美国人用 TikTok 去恶搞，就是报了名不参加那件事，于是 TikTok 就开始出事了。上个月7月下旬，美国白宫开始放风，希望 TikTok 能够被美国人拥有，於是傳聞微軟會接手。 TikTok 的母公司北京的字節跳動就同意完全退出 TikTok 美國業務，將它出售給微軟。就在這陣，特朗普又突然走出來煞停買賣，有人就認為是嚇到你腳軟之後再加碼殺到盡。7月31日，特朗普說最快會在8月1日通過行政命令封殺 TikTok。而字節跳動的創辦人張一鳴在8月3日發的內部聲明，就表明願意賣和投降。張一鳴那份不反抗不阻止，還開首第一句就說，我們是一家全球化的企業，在中國大陸引來了一片罵聲。而與此同時，特朗普煞停買賣之後，對收購的要求加辣，還拋出一個超低價，要 TikTok 在45日内，即是说9月份完成交易。8月6日传出微软会收购 TikTok 的全球业务，即是说不是只是收购美国业务。不过8月7日 TikTok 的母公司就澄清说消息不实。经过一番折腾，搞到里外不是人之后，最新的发展是张一鸣在8月7日再发了一个声明，就表示如果美国政府不能给予我们公正的对待，我们将诉诸美国法院。读完。如果节目播出那阵又有新发展，请原谅是未跟得切，因为事态发展太快了。听众朋友，事件还是发展紧，本来就不急于评论的。我今集提一下，亦都不是为了评论 TikTok 这件事，是呼应我第一节的内容。第一节我提过，对中国而言，阻止新冷战的发生，除了遇到不公平对待是会反制之外，在智谋上要不要跌入随别人指挥棒起舞的状态。我个人认为，中美角力去到今天这一步，没可能是中国领导层的意料之外的。不过遇上特朗普，尤其是冲击特朗普选情的疫情，令这事可能提早了发生，某些部分未准备好，挨得辛苦一点。不过中国和华为的危机意识都相当高，不可能不心中有数的。中国的一带一路以及提高服务业对 GDP 的比重，再以及集中发展内需等等，都是应大变的布局。好了，有国家机器在这里做事的时候，我认为民间就不用民粹化，被想呃like的人煽动你的情绪。以 TikTok 为例，那难道不说得吗？不批评得吗？绝对不是，是要有高度地去说，要懂得筛选挑选听些什么。听众朋友，我读了很多 TikTok 的讨论，有很多很多有深度和有启发的分析，今集只是举其中一个例子，就是审人其中一集视频的评论，我会附个连结在门尾的。审人长26分钟的那集视频，我惊为天人。简言之，我只是用其中一个观点做例子和大家分享一下。沈日指出，特朗普需要一台大戏大 show 去拉抬他的选情，而可以用一个超低价钱收买一个养肥了的企业，
特朗普就可以展示他擅长搞交易的才能，亦都向美国人证明只有他才可以跟中国做生意，而且不吃亏。特朗普内政不掂，就使出他懂得做生意这一面来到抬高他自己的认受性。2018年他掀起针对欧盟的贸易战，又跟北约去计下军费，特朗普用这样来证明他可以增加美国的国家利益。沈日说，封杀和收购 TikTok 是吃你的皮不勒骨，而且还不欠你人情，又同时可以刺激他的选情，简直是完美交易啊。沈日这样来形容特朗普啊，他说特朗普是最原生态最赤裸裸的资本主义的人格化，即是说最赤裸裸的资本主义就尽情在特朗普的身上呈现。听众朋友，我是一边做事一边听视频评论的，听到上面的内容我非常之兴奋啊，脑入面立即明白的是事情表面之外的另一个层次。是的，我们啊乃至那些发展中国家要面对的不只是美国啊，是贪婪之极的资本主义啊。我不懂描述，明白了很多东西之后那种开心法了。听众朋友，这样去关心时事是健康和开心的，因为懂多了东西。好了，节目结束前就总结。听众朋友，上述讲沈日只是一个例子，我想用例子令大家感受扣住对事件进阶式的认知去提升自己，是最理想的关心时事的态度。相反，那些面谱化、表态化、口号思维文章化的那类型视频，多看甚至只是看那种信息，对你和社会都不会有好处的。好了，第二节的时事观察到这里为止，我是如飞，我们下星期再见，拜拜。